这葱里是什么？秘制炒鸡酱。炒鸡酱？对。你炒鸡用这种酱吗？对。看看。啊，好，黄豆酱差不多啊。对，我们用是十二种料的调出来的。十二种料的。对。是秘方制作的吗？对。这是炒鸡用的油吗？对，花生油。花生油啊？对。这箱子里是什么？鸡。哦，这鸡在这里边。对。看看。好，我再稍微等。这是鸡是什么品种的鸡？就是黑爪的小半鸡。小半鸡啊？对。还没剁，像没剁，先剁、哦，都是先剁的。啊、哦，看黑爪的啊，黑爪的这鸡它属于那种半鸡的啊。对。看看你剁鸡怎么剁啊？好的。给你学个技术，我也经常炒鸡，就是不会剁鸡。这鸡屁股不要了？鸡屁股不要。啊、嗯。鸡嘴也不要。鸡嘴，剪去。对。就是黑爪的那种，就是本地养的小半鸡，就是。老板，你一般都是几点出摊？四点半左右。早晨四点半。下午。啊，下午四点半，我听错了啊。一个下午能炒多少只鸡？三四十吧，一般。还生意不错呀、啊。嗯，还可以。一只，58.8，58.8元。对，不贵啊。不贵不贵。这袋子是什么？鸡心、鸡肝。啊，就是鸡蛋哈。对，鸡蛋。啊，你得翻开了。对。哦。我们都是在家现摘的。现摘。对。因为我们去杀完鸡，他们摘不干净，我们回来还得洗，啊、还得摘。先收拾一遍啊。对。这是切姜片啊。姜片。炒鸡必须放姜片啊。对。青椒，青椒。炒一只鸡放几个青椒？一般3到4个。3到4个。对。现在拿什么材料？洋葱。洋葱。对。啊、也得放洋葱嘛。对。洋葱是我们出锅。临出锅的时候放啊、哦，熟了之后出锅的时候对放出味儿了，对放倒了就不好吃了。对，打葱是必须的。对对，现在准备开炒了吗？对，现在准备开炒。放入姜片，先放姜片。对，炸一下啊，炸出味来，炸出香味来。然后放入白芷。啊，放白芷。对，白芷、八角。八角。对。现在我们一定要用小火。啊、哦，一开始用小火、啊。对。不然它就糊了。现在放好我们剁好的鸡。啊、哦。2分钟，哦哦，加2分钟之后再翻锅，对，不然容易粘锅。
现在我们开始翻锅。翻锅了。对。鸡腥味儿给炒出来。把那个鸡的腥味炒出来。对。这是花椒。啊。麻椒。啊，两种。辣椒。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。啊。多放里面。放上酱之后，这个颜色就好看了啊！对，一定要把酱的香味给炒出来。加的矿泉水吗？山泉水。山泉水。对。现在是山泉水炒鸡。对。现在就开始炖了啊！对，我们放入老抽。啊，放老抽。对，调这色。啊，调色了。盐少许，少放一点行啊。对，本来那个酱是咸的嘛啊。对，你酱都是咸的。对。去拍呗，有的人来没？就那个事儿。帮忙拿下，帮我边上不上去。放入辣椒，辣椒，对，青椒，青椒，对。现在我们开始出锅装盘，打包盒三千的，我们开始装鸡。这一份就是58.8是吧？对，58.8。满满的一大盒。满满一大盒。对，很实惠啊。超级超级，加多少钱？有一点辣。能不能再微辣和中辣之间的能碰上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因为我的小孩也吃。可以。有点辣，但是别辣的太难，你知道吗？好的好的。来姐。我要了一份超级，这一份是58.8。这满满的一大盘啊，这个量可以啊，看看啊，这是块鸡肝，看里面有大葱，这是青椒，还有那个洋葱啊，就是三种那个辅料，其他的就是鸡肉了啊，像四块肉多的啊，尝尝味道。这个鸡肉确实是那种那个土鸡肉，一尝就尝出来了。这个肉质很紧实啊，很劲道。这个鸡炒的很有味道，很好吃。炒的这个火候是刚刚好啊，